哎呦我的妈！今天这个相亲厉害了。大家好，我有位朋友，他养了一只德国牧羊犬，这只德国牧羊犬现在到了相亲的好时候。但是我这位朋友感觉德国牧羊犬体型还不够大，性格还不够凶猛，所以他准备用他的德牧去搭配这只藏獒。藏獒大家都知道是最凶猛的狗，但是这只藏獒年龄已经有10多岁，相当于人类70多岁的年龄，自然搭配成功是不太现实。所以今天咱们要采用特殊的方法，稍后就把德国牧羊犬固定到这个架子上。德国牧羊犬固定好之后，再采用人工输液的方式让它们搭配成功，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始实操。朋友的小德牧已经带进场了，现在就准备开始给它固定好。过来，好狗，过来，狗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我的妈！哟呵，又松掉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朋友这只德牧力气真的太大了，直接给他挣脱了。我们再让他试一次。是，这次一次给你搞定。是固定的非常顺利，稍后咱们就采用人工输液的方法让他们搭配成功。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咱们频道。